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，所以不能长期曝晒在太阳底下。那个生病的时候有想到说，为什么我要过得这么辛苦，所以我会怨天尤人。当下啦，我就跟活菩萨祈求说，可不可以说让我多活几年，然后我就是做好事情，这样子付出无所求。